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之前有人跟我说，跟你说，我应该再把电撑强一点。有声音哦，有，好吗？那就来撑吧，哪个比较强嘞？这个有年弹爆炸，这不错。有一把冲锋枪哦，没有在用冲锋枪。有，看到了。那就走，出发咯。要买一把枪，我觉得有点贵。失败哦！你上次不是才买？再买一次。这么奢侈？浪费钱。这样符合我的风格啊。哎，我记得这边会很危险。我们上次在这里差点灭团。这个不是任务。好像只是一般的人。真低，不要脸的家伙！你站太前面了吧？没办法，就要用上次留下来的武器。我别想熊人在你隔壁啊，我在打一个哇，对吧，紫色的 AK 突然变强好多，太爽。那我们还是没有听到来不及了，熊你挡住了啦！ Agent, we're intercepting LMB radio chatter. 怎么挡啊？ It sounds like they've picked up the intercept. 你看你的那个血量超高。Sweep the consulate and try to locate them. We'll let you know if we ID any likely hiding spots. 啊，国大使馆是今天目标要打的。不过我们要先升到二八。啊，国大使馆很难，印象中。前面很多只。哎，看啊，年蛋！哎呀，先狙我啊！豆包学会快点先狙我。好像应该要再早一点丢，在他们散开之前丢过去的话，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枪在天空飞，因为这是常见的 bug 之一啊。现在在猎鸟吗？不是，现在是在猎幸存者部队。怎么都没有打中人，还是会死耶！ Yeah! 哎呦，哎呦，哎呦！我眼馋，没有看到敌人啊！前面一群啊！
个他好像我原本以为是那个阵容，就是会耳鸣，可好像不是。我自己实际上中过那个状态之后，那个状态好像是干扰，就是前四面板会变得怪怪的。换上纸枪还是有差的。哎呀，熊掌不行啦，熊是跟我们同队的。I know you're here to help, and God knows I need it. But before we get started, I need you to know this is a nice neighborhood. We've got some problems right now, but if you could try to keep the property damage to a minimum, that would be greatly appreciated. Huh? 这里是不是这里面有偷偷塞，对对对对，这里有 A B， 但是可以开枪的话，就把它打成都是蜂窝。今天早上玩那个全境的时候，一直断线。啊，这个游戏我有玩过，它是之前的免费游戏，然后就是爬，可以爬树，爬着爬着我就把它删掉了。这感觉也是别的游戏，只不知道是什么。那这里其实是玉璧的办公室吧？怎么，这边其实是玉璧的办公室？对啊，你自己看这边有写啊。啊，现在有看过。而且还有他们的游戏，这个机器人。哦，刚拿到一个神操作。就你写这个吧。应该不会花太多时间吧？走咯。好了，写给你。亲妈，这边这边。Alert! Intercepting GTF radio traffic. 这时候就这样放这个。Tracking signal. 阿波卡利逃什么啊？赶场。阿波卡利逃，你没看过？没有哎，我没有看过。见过什么？是网咖吗？感觉不像啊。而且网咖这样子广告打很多。广告很流氓哦。流氓？哪条流氓？网咖。哦。你有遇过？没有。我都没有去过哎。他有的是很多电脑，然后技能有的好，有的不好。我以为会同意耶。早些年的时候，不可能啦。我家的电脑还比那个网咖的好。可是现在不这样，碰运气。你是比那个投十块钱那件的网咖那种网咖吗？怎么可能是投十块网咖？还是大都会。哎，这个家伙已经快死了，我们要更认真一点保护他。这边有一个啊，怎么掉一个？有。去吧。
没有回来堆这边有点可惜。这家伙也太硬了吧！到底了？你说这些轻机枪吗？偷打我！求支援！Warning, hostile forces approaching. 打！好，打其他的。觉得稍微撤退一下，不然任务会被重置哦。LMP shifter top. 可恶，这样什么都打不到。然后刚才让我混在一起，我都乱打一通了。风风聚集的，怎么会打到你聚集吗？会的话要说一下。超暴击！这根本打不中啊！新机枪根本打不中啊！倩倩，你倒在那边。哦，电影，我没看过。今天轻机枪什么都打不中啊！我们的刀到底还在不在？怎么感觉好像他已经卡住了嘞？我这还有那个，好像没有。Area secure. 啊，挂了。Missiles neutralized.那我们接下来就刚刚不小心打到一半的那个继续吧。防火子弹，防火子弹，我还看到紫色装备。激活训。名字听起来还蛮好笑的，沿路捡。据点在这边，熊。大家不要冲动，快过来哦！为什么换枪？你不就拿住的？火力压制，很难打哎，什么都打不中啊！别闹了，气死啊！哇，这打是放大招。还是步枪好用。贝尔登冲刺啊！你们多超级多的哦。那你一边讲的超级多，然后一边自己冲过去，你不怕死啊？我还没死啊！让他们全部都死了。
爽的时候轻轻擦应该可以打。那因为刚刚旁边太爽了，反正打不准也可以打得透。来来来，我掩护你。一群人都聚在这。子弹没有钱。不用啊，他们还会掉。死了。冷静点，冷静点，拉出来啊！不然后面有没有办法输出？快后面好。这个炸弹根本没有什么屁用嘛。你们两个退后一点，不然后面没有办法输出。我只要机关枪好，我要一支。好，我丢给你。不是机关枪。给我快！我在你隔壁。好 ，R2 是丢。没有。不吸。拿给你了。队长，我们看到。下一个的话，打这个吧。Now I know you've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ose last man battalion people, but they think they've got the right to just come in here and take people away. Those are valued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they're taking. I want you to put a stop to this nonsense and get those people back home where they belong. 好了吗？我要走的。我还以为是机关枪，结果是 AK。AK 不错啊。在 CS 是不错。就在国小，我们刚打 CS 都一把卖3000的 AK47 就要花40块了。完全不能理解40块啦，还是多少？这是现金呢。40块新台币哦。对啊。认真的哦。这样子啊。然后他那个就是爆头都是一级必杀啊，打3级打3发也是很死。然后你要控制一下他那个稳定度，有时候你要3连发，不要让它颜色，不然后坐力很大。要怎么去？要学会怎么去控制那个 AK， 好杀敌。这样子啊。CS 就是这样打的，就是比准度啊。小心下楼梯之前有敌人哦。动一下，你那个枪、那个子弹就会歪掉。会说啊，真的很想打那个。CS GO 才对。找到平民了。哇，找地铁啊！招商带路，有听到吗？哦，好像没有震到。轻轻一插呢，是随便打一打热火的样子。我没有办法一次压好几只。我以为那边的死光了耶。点放的奥义，原来是困难的，尤其是。用电脑的时候，
电脑上的瞄准速比较快，但是大部分神奇的技巧我都用不出来。但是我这次玩 GTA 真的很慢。哦，好多人哦。等等等等，等我丢连弹，等我丢连。好吧，还是晕到大部分了，继续往前走啊。可是我们让目标镜在这边呢。哦，什么东西爆炸？万一怎么打？当然是敌人啊，是球球吧？是敌人啊，我把他后面那个，我把他后面那个射爆，这很难射。砰 ！Civilian secure. Thank goodness you took care of that. Let's be honest, you really don't want your neighborhood getting a reputation as a place where people get kidnapped out of their houses, you know?平台还是往上点，无敌品。昨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电脑直播游戏会宕，超宕。我玩都不会，可是影片上就会。到底缺少什么呢？人品吗？应该是不知道，看起来像是网络接已经开始那个了。那就是你缺少网络啊！因为电脑连网络本身就有时候也不一定那么顺。PC 比较稳。我觉得你的这个流量确实有可能是。不然我看直播都卡卡。用电脑接 WiFi 连线。看直播卡卡的。看电脑会，看那个 P 四不会。他是要怎么上去？啊，有绳子这里。我后面还有追兵呢。整死你们啊！敌人在哪？不管，随便乱挑。往红色的方向开枪就对了。好像还有、哦。靠腰！在哪？为什么一直下去啊？ Agent on your team is down. Requires assistance. 我爬上绳子，我想要下阶梯，他不，结果他一直给我下爬绳子是怎样 ？Warning! Incoming hostiles.下一个补给在哪？还是这个都还没清掉？你的一直在被各处攻击。你有激动的，我是九七没有反应。嗨！我这边受到伤害了，哎，在这边有点远，看不到。我的地雷没有发挥任何效果，那我不是要死了？
来快去。等会有那个机那个炮台。哦，有炮台。啊，被炮台打中了。小旭救我。耶、yeah, 还有一个，小心我好像有个狙击手。 Warning, incoming hostiles. 他在打我。好，好像好了，现在进去了。我叠下来了。 Warning, supplies taking fire. 有洞。我觉得我们要赶快赶过去了，剩下的敌人就算了。我手不太肿了。只有这样子的时候才手肿。哎，又是上面。应该最后一批了。上面还有人，我刚刚看到我的地雷线跑到上面去了。Warning, incoming hostiles. 还有啊，这条线。哇，我的视野被挡住了。They're not welcome around here. Yeah, 过了。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收看，拜拜。